今天去篮球班了，看见奇怪的云像龙卷风一样倒挂到地上。我爸说这是雨，为什么我不信？山路崎岖，终于到了，好美呀！去年同一时间我们来过。去年的时候已经夏天了，今年还穿着棉袄，都五月份了。今年这时几乎没有人，但我捡几颗小石头。雪还没融化，这是融化了的雪水吧？我妈把自己吊在了树上。天晴了，终于可以吃点太阳暖洋洋的。看，这是我们去年同一时间来的时候，我还赤脚下水。我妈说晒会太阳，不能晒到脸。还有人下湖游泳。回家了，天热了再来。